生的请一边，养的较大天。要我上新买就无唔对啦！我无钱啊！无钱，当来派出所。先生，我真正无钱啊！先生，我求你，我真正无钱，让我陪你啊！好啦好啦好啦，算我歹运啦！先生，你还袂付我钱啊？什么啊？你把我拆到安尼，无叫你赔上新买都害啊！搁要提钱啊？不要，我会使甲你说啊。差不多钱爱给我，你足傲慢的呢？你有讲理也无讲理，你是咧欠怕是无？先生，你莫怕伊，我求你可怜阮，阮妈妈今嘛得很贵，阮爱出来赚钱，赚钱把阮妈妈家里住，请你莫生气，阮真正需要这个钱来救阮妈妈。先生，我求你好无？我叫你啦，孙子。好啦，算我歹运啦，。多谢你。阿兄啊，我这面好未啦？好，来啊，不得让你讲话啦。好，入边来吼。阿兄，送酒。我等下就要去啦。老实的啊，那你我是洗好的阿妹，较紧的啦，我你要爱用我啦。小妹啊，你搁甲我弄破我，我无要用啊啦，卡死走了。算你甲我弄破我，一个嘴嘴，敢那讲要我听，是要啥听？气都气死啊！啊，笑啦！阿妹啊，宋小，来了，要偌济？啊，十块多。啊，多谢，再过来坐啦，嘿。啊，笑啦！阿妹啊，宋小，哦，老实啊，你家弄破我，我无叫你赔钱哈，你还搁在这里死底顶边？不好意思，把手机切啦。头家，我要提钱啦，我要赚足多钱救阮老母啦。好啦，你家己去擦目屎，操你这款戆头戆面，我是要哪听你？全你家弄破我，倒去食家己啦，我咧无闲咧。啊，是啊，哦，我叫你先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头家，我求你啊！要救死啊！啦！我求你给我好势啊！我要赚钱救我妈妈！
啊。好啦好啦，我早晚会给你，我拢我破了了啦，起来啦，起来啦。好啦好啦，卖哭啦，我用你啦，去洗碗啦。就是哦，你想好个，你想好个，那边我把洗洗去，你想好个。咱这会打拼，伊钱搁还予咱，咱当然要甲伊冤家啊！啊，我奶奶咧讲，做人爱较豪气啦，你安尼会吃亏。哎，是嘞啦，我今仔日吼，就赚一点仔嘛。无要紧啦，一叔叔啊，每工一叔叔啊，就会变足侪钱，足侪钱欠起来啦。嗯。喂，小阿妈，做啥物好无？敢咪是出代志？你放心啦，做人看起来戆戆，傻人有傻福，袂出代志的啦。我回来啊！我回来啊！老谢，你哪会将我家回来啦？阮大家吼，拢足烦恼的呢。我甲你讲哦，我头家足疼我的，我加洗两点钟的碗，我头家讲要甲我算话。你看，这是我赚的钱。哇！要花多少钱呢？来一点较拍拼的啦。我甲你讲哦，我有一个包啊，包啊，可是我拢唔敢吃。老师，你摕一只转来要创啥？阮有四个人诶，食拢唔够分。我想要一人食一嘴啊。安尼嘛好，你赶紧爬啦。哎、欸，我袂，我袂，你，拢臭东西，袂食的啦。摕去饲猪啊咧，袂用的啦，足怕酸的。恁无爱食，我家己食。袂用的食啦，落雪，臭酸啊，你搁食，万一若食歹巴肚，阮大家赚的钱，拢嘛无够你看医生。对嘛？诶、欸，嘛对哦。若知影会臭酸，我着家己食。小春，请坐。你好吗？没想到你会来。知你出代志了，我一直想要来看你。你要来哪只看我？万一来是给我应知影，安尼敢是真好嘞。知影是袂安怎？过去咱是阿母，即马至少嘛是朋友。阿舅啊，来电才讲吼，阿母已经醒了呢。阿姨安怎讲嘞？伊讲伊无胎阿坤啊啦，迄完全是意外啦。啊，伊佫承认讲吼，迄天是因为相拍的时阵吼，啊，伊无小心去跌倒啦，啊，所以才去互跌倒，甲伊拄着，啊，跩昏去。即摆干呐等警察吼，抓着彩虹了后，啊，甲伊问清楚，啊，一切代志就拢解决啦。那安尼就足佳哉。你放心啦，我已经甲铁排长吼去请律师安尼。要请律师？嘿。钱的代志免烦恼。律师费我来负担。我跟你讲，你爱囝外古锥嘞，你敢知影？一个听讲我要请律师吼，大家拢安尼讲，我要来赚钱，我要来赚钱，拢总走去赚钱，讲要来求你了。袂用的啦，因才几岁，是要去倒赚钱，要去倒吃头路嘞。阿嫂，你定爱甲因讲，叫因袂用安尼先做。万一若是有啥物差错，安尼我一世人良心会不安。好啦好啦，我会甲因讲啦。阿是讲，阿舅啊，啊你也无杀阿母啊，啊你若要认罪，你是不是为着要替顺昌啊担罪啊？小春，你若要安尼做，顺昌还袂遐尼少岁，伊的人生才拄则要开始，若是因为这件代志，害伊有一个污点，
安尼一世人敢是会捡到的？这个囡仔无爸无母都有够可怜啊！我无希望过予伊这么大的打击。阿娇啊，你为着要生存顺畅啊，你牺牲你家己，但是你有想到无？明日阿伯若当上船死去，你要坐家坐偌久？你家己敢知影？若是为着顺畅的前途来想，我家己小牺牲一点也算什么？小主，你一世人替人在想，到什么时阵，你才有家己小想一下？你想要选去了，啊？无啊。无？是不是甲你阿妈提钱，搁要拍主啊台，啊？我，文仔，嫁新婆奈何咁难提钱去？你因为倒去？我临时就甲你报。较早阿母管钱的时候，我应该袂插的。今麦我管钱，你我当然袂知。大好，你家己管就好就好啊，免管东管西管遐尔多。厝的钱一千五哩，扣去倒去，我小问一下有啥要紧啊？你老实讲，你是毋是摕去予求助请律师？我是安怎？吼、哦，你足过分的呢！你敢怎啊搁甲伊联络无？是你联络啥货？你就是爱常来疑神疑鬼，无咧硬阿做有啦，无怪咱两个感情一直袂好。这边哪会怪我嘞？像你甲求助用面，还佫遐尼暧昧着，要来叫伊放心嘞？爸爸妈妈，别再冤家啦！爸爸妈妈冤家，囡仔别怪。你讲哦。我提钱给伊去请律师，这有啥物好做暧昧呢？啊？就算我朋友来讲有啥物困难，我甲斗三公，这嘛是无啥物唔对啊，哪会讲到这尼啊歹听嘞？搁再讲，伊过去是我的某。是，伊是你的某。我自从叫你头一天开始，我就唔叫你啦。你讲到认为哦，敢若有事，伊是你的某啦，你啊？好，那安尼吼，我宣传你离婚啦！你都离婚，啥物叫做宣传？那都讲到遐尔好听。我懂，慢点。等下。我懂是好听。我懂，我信，我懂，你们吵一架。我懂，不准你。我懂，行。我懂啊。行啦。阿妈，你讲无听呢？哎呀，爸爸妈妈，卖个玩家，卖个玩家。为前程苦情写人问，为爱牺牲前途打算，输人输人心放酸，为难为难心矛盾，啊啊。我带去，安尼比较不会靠谈呢。对啊，那明仔我去阿水去拿遐，加摕一挂来呗。好啊，我剩咧只，我要摕去给赵卡峰遐。好，安尼我要入去哦。好。头阮像月打昏，茫茫渺渺月安稳。啊，站住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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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往离婚转了。心情都怕
酸，思人思人心头酸，为难为难心矛盾。啊啊，我并不应该。你咧？我搁剩少一支，还卖不完。我再去算钱啊。你紧去。哦。青田啊，天气将落来，你的鱼仔比花仔一支好啊。袂用的啦，这的钱吼是要去给阿舅妈妈请卤煮的啦。是，小气鬼，喝凉水。你看，你今日赚遐侪钱呢？哎，遐块钱呢？你敢接下我？你创啥？我。创啥？是我给你买到的，看我那架势。你敢接我？你接不接？你快点，你快点。不是好好啊，哪会闹到安尼啦？翁仔某都做十几年啊，哪会当吞忍啦？文仔啊，啊你对外甥嘛着较好咧。啊外甥啊你哦，嘛唔通咧卡袂着，着讲要离婚。阿婆，我即间哦，坚持一定爱离婚。我无同人忍受讲，我的翁婿心肝内一直咧想别个查某人。刚好我。今仔转来是要甲恁讲好话，啊，到这来啊，何必着计较啦？阿母，毋是我咧爱计较，你毋是我，你无法度通了解我心肝内痛苦的。我嫁入好家，自从嫁予文才开始，伊刚开始，伊心肝内根本就无我，就此一直生活伫阮两个中间，你知无？我虽然甲伊困斗阵。你想的是周子，还有啥物路用呢？我已经撑十年啊，我还是无法度通等着文才的爱，你知无？啥物爱唔爱？啊，头阮迄个时阵也无亲像恁即阵安尼啦，啥物爱唔爱？我实在真受袂，讲恁少年人在咧想啥？那毋是文才对我遐尼冷淡，那毋是伊对周子遐尼痴情，我嘛袂遐尼伤心。妈咪坚持要离婚。阿母，这代志无法度勉强。伊既然到要离，就离嘛。月玲，有啥物条件做你讲出来，我绝对袂亏待你。我无爱钱，我无爱厝，我要报道。啊？袂用去咯，报道是好家的香火。你要哪会用带走？这件代志吼，无什么好参详的啦。报童是我生的，敢讲你要拆散我囝？好家，看你买什么物件，你做你提起啦。要若我要报童吼，你免少想啦。文才啊，你叫细心啦。当当时阿母为着乡的代志，将手指牺牲，敢讲你无了解讲这个囡仔对好家重要是？保重对你来讲真重要，对我来讲敢无重要？吼，免讲啦，保重吼绝对袂害你啦。今仔日算讲我已经了解了，恁好家只不过是替我替恁传娘血生孙啊，尔根本就无把我将都当作你是好家的人嘛。我一定会争取保重，我袂放弃保重，我会请律师来告你。
想要娶走我的宝贝孙哦？这世人你免想啦。为前程，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妈，你要去哪位啊？妈妈要跟爸爸离婚了，妈妈一定要来搬厝。妈，我要叫伊斗阵去。我讲，乖，妈妈即摆袂用个带你走嘞。假使讲妈妈来点点我带你走，恁阿爸、恁阿妈一定拢袂放我煞。以后若找着我，赶快来甲你偷偷转去。所以妈妈即摆袂用个带你走，你知无？妈，妈，我爱走，我要跟你做伙啊，妈。乖，我懂，以后爱听爸爸的话，再无，我刚才阿妈真疼你。妈，以后我要去倒位找你。我找你的时阵要安怎？妈，你莫走，你莫走啊，妈！我懂，妈，妈，我懂。记得爸爸的话，妈妈绝对袂放弃你，妈妈一定会回来找你，你知无？爱记哦，好。妈，为什么你一定要离开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妈！